主料：华子菇100克，瘦肉100克，辅料：辣椒、葱、精盐、花椒粒、酱油、姜、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将干华子菇用温水泡至30到40分钟，将瘦肉切片，葱、蒜都切片，放盘备用。华子菇泡发后去干洗净后，连同切片的辣椒粒干水分后放盘备用。锅中油热，放入花椒粒，爆香后将花椒粒拿出，在花椒油中加入葱蒜，爆香出味后放入肉片翻炒，然后将华子菇辣椒片放入锅内，再加入盐酱油翻炒，一盘鲜香爽滑的华子菇炒肉片就出炉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泡发华子菇时要最好用温水，这样更易泡发。二、炒时火要用大火，可加少量的水，以免华子菇不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